新一代战机是当今世界航空武器装备的巅峰之作，展开中央展示的是我国的自主研制 G20S 与歼十二 X 新一代战机大体模型，这也是两型战机首次同台亮相。咱们所测看到的是 G20S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，它是一款具有中远程、中近、高速、高速隐身战斗机，拥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。 以及对地最好的精确打击，新发为新一代隐身战斗机，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规模和能力。